好不容易啊，的确是十三太保救了他。就在他们准备接应心仪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劫持了。那太好了，心仪人呢？关小黑屋了。怎么把他关小黑屋了？他又吵又闹，怎么办？心仪，心仪，我是金梅姐姐。 听我说啊，到时候我要陪你去重庆，到了那儿啊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大夫给你看病，等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咱俩就天天一起跳舞，好不好？到了那儿啊，天天过好日子。心仪，只要你不吵不闹的，咱们就能顺利到重庆，知道吗？心仪。 我是要救你出去的。喂，醒醒，醒醒！太君，他得喝醉酒的，谁叫你干活？太君，我们都是良民呐，良民，良民证。 走，九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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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，老板，来了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这小伙子是先来的，后来呢又来了一位，他们俩喝了一斤多呀。那朋友临走的时候说了，他晚上回来还接着喝，我到现在门都关不了啊。哎呀，九儿。 大侄女呢？大哥，什么大侄女？哎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混蛋！你误了大事儿，快走！走啊！心仪现在这个状况还不能送到重庆去，估计就现在这样，到街口就直接被抓了。得找个明白人给他看看。现在除了马姐能看他的病，估计谁也看不了。 不能让他知道，他要知道了，就等于让共产党知道了。心仪，心仪，你怎么了？快起来，地上凉啊！这样吧，明天先给他弄点镇静的药吃吧。他这样下去不行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。 是我不好，干什么你？你打我吧！我把大侄子弄丢了。干什么在这是？我误了救大侄子的事儿，你打死我吧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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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起来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是你，这江湖那套你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事不怪你。我估计这是军统人干的。军统？嗯，敢跟我们十三太保结梁子？他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拿孩子说事呗，让我跟他们走。 只要不落在特高科手里就行啊。等我信儿吧，外边特高科人很多，只要这孩子不落在特高科手里，都好说。行，他们发现不了我，大哥。你这样啊，我这窗户就不插插销了，你看见我的信号随时可以进来，你明白了没有？啊，行啊，行了，我这还有人呢，我得走了啊。您放心，找不着大侄女，我就把自己给剐了。 不用找了。哎呦，谢谢老板。夏子小姐，你还在这儿啊？哟，你回来了，心仪找着了吗？没有。金梅啊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。夏子等了一晚上了。啊，是啊。 辛苦你了，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曹桑，你能送送我吗？好啊，走。大哥，我来送夏子吧。不用了。
夏子小姐，慢走啊。你过来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干嘛呀，大哥？哎哎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们的人把小九灌醉了？哦，大哥，你猜的没错。饿着孩子没有？没有，哪能啊。不过新一他一直大喊大叫的，安静不下来。不是咱们说好了吗，马姐把新一送到根据地，咱们再破坏小岛计划吗？新一都跟着马姐走了，你到头来还不得找新一去吗？我们不就人财两空了吗？你什么话，你什么话呀？什么叫人财两空啊？八路军不能白忙活吧？八路军，你就一心老想着八路军，你什么时候替我们国军想过呀？说这话也太伤人了。不过我理解大哥，我也替大哥想过，现在啊，只有一条出路，能两全其美。我就知道，你又给我安排好了是吧？啊？我不安排你，谁安排你啊？啊？你以为这会儿谁能管你啊？也就我想着你。说说。你不是喜欢马姐吗？马姐也喜欢你。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，你带着马姐和心仪跟我一起回重庆。你们俩爱结婚就结婚。我呢，也完成了委员长交给我的任务。你觉得马姐会同意吗？那就要看马姐到底爱不爱你了。哎，如果她连这点牺牲都不愿意的话，大哥，那你还喜欢她干什么呀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那想跟大哥结婚的人多的是。你觉得呢？这真是你想的办法啊？你有我信吗？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？将军，到现在还没有曹心怡的消息。不急，我已经闻出点味道来了。认识火车上三个可疑人的特工，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睡觉，一定要派人盯着他。嘿，将军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好几天没合眼了。哎，你以为我不想睡啊？睡不着啊？你那有安眠药没有？安眠药，立刻盯着所有的药店、医院，看谁去买镇静的安眠药。对呀。曹新玉需要镇静。嗯，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啊。买早点了，大哥起来了，买好早点了，赶紧吃吧。来，吃根油条，快趁热吃吧。有人吗？丹峰，哎，来了。啊，您要点什么？有没有镇定方面的药？是要针剂还是药片啊？都有。啊，等一下。啊，您给2.5元。这边。
毛毛车。哎，来了，坐好，走。先生，跟着前面那辆车。好嘞，您坐好。赶快通知将军，找到敌人的窝了。你去命令巡逻队搜查这一带，但不能进那家车布店，目的是把敌人控制住，不能让他们出来。嗨，安眠药呢？茶水里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来，谢谢。渴了吧？喝点水。嗯。我还饿，我要吃东西，这儿不好玩。你快给我去拿吃的，你快去！啊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就给你找好吃的。有好吃的。你快给我拿，我要有好吃的。将军，新梅也进去了。这就更说明新仪就在里面。现在可以肯定，金梅就是军统的人。走吧，将军，抓吧！这一网可都是肥透了的大鱼啊！鱼都在鱼缸里，着什么急啊？八路军还没有露面呢，还能抓到八路？太好了，他们知道新一在这儿，那八路还不得疯了？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你的判断没错，这个据点不能待了，咱们得赶紧转移。后面也被特欧克的人堵死了。啊？你从蓟县就被人跟踪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在蓟县把屁股擦干净了，那就是买药的时候暴露了。你们出去买药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药我会带过来。杜松比咱们谁都清楚，心仪离不开镇静药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么多了，赶紧带着心仪走。转移没问题，可是心仪睡得跟个死猪似的，咱们怎么走啊？杜松到现在还没进来抓人，这就说明他想钓更大的鱼。咱们还有点时间，那赶紧把心仪弄醒。事情有点不大对劲，你给我放机灵点。好嘞。要是连共产党也能抓住就太好了。抓住共产党军统不难，难的是让那个书呆子小岛局长和那个痴情女下次满意。抓住了八路和军统，就斩断了曹花里身边的一切不良因素，把心仪留在曹花里身边，让夏子跟曹花里谈情说爱，这曹花里心情舒畅了，小岛局长的任务自然就完成了。这是最满意的结果。可是怎么才能抓住八路呢？姓马的带着心仪去根据地围城，那么他知道心仪
被军统劫走了，这里肯定有一场鱼死网破。将军的意思是，咱们坐山观虎斗。斗得两败俱伤之后呢？那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，叫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也可以说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告诉小村，让他马上透露给八路军心仪的消息。小村科长认识八路？笨，那姓马的不是在医院吗？哦，嗨，去通知小村科长。嗨。马小姐，您的饭。护士小姐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曹小姐去哪儿了？刚刚我去她房间，她好像不在。曹小姐，她昨晚就跑了。跑了？啊，晚饭前后，说是有人给看护的特高科下了药，小姐趁着特高科迷糊了跑了。啊，您记得按时吃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是青梅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夫，我要出院。将军说的不错，真是个蠢女人。哎呀，小村科长对马姐的病很关心呐，还亲自站岗。这还不是为了曹先生您吗？你现在还不能出院。为什么不能出院？哎，我啊，是我同意你不能出院。为什么？心仪不见了。是心仪不见了，我知道这个。你知道你还不赶紧的？是这样的，我这不安排他妈妈，你说他们嘴快，怎么就跟你说了呢？这事你别急，你还得养病，你知道吗？别扯这些了，你是不是知道心仪在哪？哎呀，你说说我哪知道啊！我不能被他们弄走。心仪，心仪，心仪，他就一直这么睡着？是啊，我总觉得这小丫头不是那么简单呢。不可能，你想多了。你们先回避一下吧，我想想办法给他弄醒。哎，走。心仪，心仪，你醒醒！心仪，醒醒啊，心仪！心仪，我是金梅，心仪。妹妹怎么了？鬼子进来搜查了，是巡逻队，不是特高科。哎，心仪醒了吗？我看他一时半会儿是醒不了了。将军，姓马的来了。好，八路军来了。曹华礼怎么来了？我们调的是八路军，并没有调他呀。应付他，把他打发走。这姓马的难道来买布？丢了孩子还有心思买布吗？哦，
姓马的拉着曹华礼来做挡箭牌，他知道曹华礼在这儿，我们不敢开枪。他们真是在买布啊？没那么简单，盯紧了，通知各哨卡高度戒备，准备行动。嗨，请问二位买点什么？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绸子给我拿来。哎，我要结婚，做几件衣服。哎，好嘞。您看，这是最好的绸子。就这个呀？你们店里最好的绸子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再换。这什么呀？这什么色儿？这是啊？你这是不明白呀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？这是啊？哎，您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这结婚要穿的衣服，你给我弄的什么色儿？这是？这喜庆吗？啊，看着，你这缺布啊？缺绸子啊？啊？哎，马姐，马姐，说话温和点嘛！啊，干嘛盛气凌人呢？哟，我怎么不温和了？我这你这盛气凌人吗？人受了吗？这个我哪盛气凌人了？看看他。你看看他这态度，我说不就打了两回布吗？你怎么着？你小瞧人是不是啊？不是来买绸子，你是来砸场子。嘿，你怎么变砸场子了？哎呀，你怎么着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到底卖不卖？不卖你就说，不要小瞧人。你们三个守着其余人，跟我走，快，走。你今儿气不顺是不是？你们家怎么了？马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师傅死人了是吧？戒指再放开了点。哎，师傅，怎么了？这个这龙王杖子，哎，你家才死人了。哎，我说马姐，哎，马姐，哎，你们家没死人，你哭丧着个脸干什么呀？你这个，哎，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我就说了，我说了，怎么了？我就说了。我走，听我走。我对付那个高个的，你们俩对付那两个矮的。现在行动，走。是。我是来救你的。怎么是你啊？啊，走，咱们进去再说。哎呀，这个小孙中了姓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，马上派人到后门增援。哎，师傅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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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破色儿，你别急，破绸子，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卖什么卖？哎，还骂赔骂，有点官司，你听我走啊。笨蛋，回去。哎，走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绸布店。告诉他们，不许伤害曹华礼。嗨，杜松来了，批起来了，这方都点了，你信吗？这选筹可不就这样吗？批起来了，要点方了，要点方怎么了？啊，麻烦了，去挑三拣四的，我走。哎呀，曹先生，如此有雅兴啊，马小姐。怎么伤没好就来买布啊？要结婚了，趁着养伤做几只衣服。怎么了？是谁结婚？你结婚？我要结婚。不，你说你要结婚吗？啊，我以为你结婚呢。嘿嘿，结婚是个大喜事儿啊！啊，怎么搞的？惹曹先生生气，给曹先生好好挑。就怎么做生意的？去把屋里的统统拿出来，我今天要给曹先生好好挑一挑。呵呵。你给我挑一挑，啊？你说你一个日本人，你能知道中国人要什么吗？结婚是个大喜事儿，我今天要给你挑好，我送你个礼，总可以了吧？你给我送礼？啊？啊，那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憋好屁呀！哎呀，看来曹先生对我还是生气呀。不要生气。今天这份礼我是送定了。你能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等一下，你一定要配合我，我会带你出去的。哎，杜松君，要送礼，也该等等我了。小道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曹厂要结婚，看旗袍面料，要我来参考参考。夏子小姐也来了，来得正好。
曹先生说啊，我们结婚让你帮忙作为伴娘。我说啊，你一定不会答应的。曹先生说你跟他是好朋友，一定会同意的，是吧，曹先生？曹桑啊，是真的吗？啊，是是是，那个小岛局长啊，到时候请你当伴郎啊。当然，这伴郎我当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叫裁缝，叫裁缝啊，啊，要量体裁衣了啊！哎呀，实在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要量体了啊，量体了。杜松，我们出去啊，量体了，走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下次小姐也做一件吧。你忙你的。啊，曹操，怎么了？这儿不安全，咱们先走。啊，我们走吧，快快快！走！保护心仪，拖出去！走！别问他！保卫绸布店，一个都不准跑掉！嗨，走，快快！这怎么会有咖啡啊？有人给心仪喝了咖啡，给他留了门，让他跑了。这边让曹华礼来干扰我们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，下掉金梅的枪！住手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放走了心仪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上面派下来的特派员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你不怕掉脑袋？就是金梅干的，快去通知黑子，让他到备用联络点集合。金梅是外来的，不知道咱们新的地方，快去。曹操，嗯，这回你该满意了吧？哎，也不尽人意啊。马姐还没吃饭呢，我陪她吃饭去。好吧。下次我走了，走。夏岛叔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曹省是在救心仪。你说心仪在那个垫子里面？曹省跟马姐在声东击西，一定是另有其人在救心仪。原来曹省给我们打电话是让我们来救场的。救女心切呀。夏岛叔叔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只要他不影响我的计划，我什么都可以通融他。你怎么了？我怕曹省真的跟马姐结婚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只是在演戏。小岛叔叔的底线是不能停止计划，而我的底线就是曹桑不能跟马姐结婚。从暗道跑了，八哥，浴缸里的鱼都跑到养鱼池了。养鱼池要比打海容易，加强各岗哨的戒备。嗨，快去烧墙，
走。这是我们地下党的领导老钟同志。你好。见过。委托行的。是，幸会。老钟同志，外面鬼子跑得跟铁桶似的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动用了五爷，他一定会带新一出去的。五爷是谁啊？五爷是我们这儿经验丰富的一个老地下，一般轻易不会动用他。您知道日军两个中将、两个少将毙命于天津那件事吗？啊，知道一点。五爷就是组织者之一。哦。另外还有，李厂长需要的两台设备，五爷也弄到手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哦，五爷已经联系好海河码头，只要设备一到，立马就运出去。太好了。你看吧，没有你，我们照样行。心仪来了。爸。哎哎，你怎么穿这身啊？我这不是在伪装吗？你怎么忘了？哦，对对对对。爸，我在根据地等你，一定要快点来啊。嗯，不管去哪儿，不要任性。嗯。爸，你凡事要多听马阿姨的，别太冒险了。嗯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啊。好，保重。嗯。哎呦，好好。这就是五爷。曹司令，五爷，心仪就拜托你了。走吧，孩子。走。好，走吧。嗯嗯。心仪，糟了，好像被发现了！快掉头，追那辆摩托车！五爷，怎么办？坐好了，交通两就得先走。好，坐稳了，快点！
一定要抓活的！嘿，给你们这个，出了胡同往右拐，那边的老王会要把你们出城的。五爷，不行，我掩护，你带秦姨走。五爷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再晚就来不及了，走。五爷，走。 小心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去吧。五爷，你受伤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，我不能把战友丢在阵地上，这样咱们两个人都会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把你丢下，八路军没这个习惯。 那好吧，你把我丢进左边那个小仓库，快点！好，走。你把这个交给上河圈的杂国匠，他会安排你把设备运走的。 没事，一会儿有人来接应。那孩子还等着，救孩子要紧，快去吧。好，完事我来接你。我去吧。海哥，海哥，海哥。 听说青梅跑了。
是。